AJ 这场比赛不在状态啊！这个画面只能发生在潇潇身上。我只能告诉你，第一时间过来了，潇潇有没有？潇潇，你真是不知道陈子阳是从酒吧上来的吗？在前几位，有忽略了这个宠儿的位置。鬼神，这个是真的是狙神，真的。一发，潇潇完成了五连眼，恭喜台下，真正的考验来了，你有几连胜？